未来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以采用直接投资的模式，在一些重要的市场进行生根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向其他的市场去继续的扩展，逐渐的树立中国汽车的品牌，将最好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带给全世界的消费者。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